即马来烧金，得病呀！啊，得病啊！系啊，这家己算钱的，土地公伯啊，家己算钱唔得病啊！你讲你怎么来算？即马来看迄个七星级的本所，是做啥物款？我今平日人嘛算袂少啊，而且外口拢咧卖一挂小吃啊，卖一挂名产啊，即算的名产就是这样，番薯，这是番薯。一包50块，厝里人足济啊，无迄个啊。啊，即间咧卖公仔，哈？嗯，佫卖关庙面啊，佮个公仔啊，金币啊。哦，这十二生肖的迄个衣啊。一个四鸡牛，三虎四兔，五龙六蛇，七马八羊，九狗十狗十十，九狗十鸡，十狗十二只，十二生肖。啊，这间是迄个七星级的民宿啊，三鸡得顺。哦，内底加素食哦，金笋油、金笋迎客，这两个金童玉女啊。